khôn tát a khôn tương vuốt dương gai mơ ta vuốt gà gai mơ hê hê hát muộn bài tương.我叫唐艳华，是高一五班的理科班的。我叫李少华，来自高一一班。大家好，我是荣熙，今年五年级。爸爸妈妈平时很辛苦吗？有一点，小弟，打水，没有。我们这边是基本上都是务农的，有一些农作物需要帮忙，然后去帮一下。最喜欢拍照的哪一个部分？反光。回家拍了一些关于生活的动物以及事物吧，就拍了我们家的小狗狗，还有小黄牛。还有我家人，就是我外公，还有我吧，就还拍了一些椰子树，因为那个是我们家乡的特产。这次拍照都拍了些什么？拍了爸爸妈妈，还有弟弟，还有朋友，我的日常，在家里面的日常生活，还有跟家人一起的场景，还有拍村里面的小动物啊，还有我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。拍了树下，因为树下面的话就是从小一直在下面玩到大，而且下面有我养的小鸭子。爸爸的辛苦，还有同学们的欢笑，一点点滴滴都记在我的脑海中。有带给我很大的作用，它好像让我重新拥有一双眼睛，去发现原来我身边还有这么多可爱的人，这么多勤劳人，原来我可以就平常不注意的，现在通过摄影拍出来，拍我和他们的场景，就觉得很开心。他让我发现我另外的一个生活。感受摄影可以带来给我们快乐，看到从摄影面看到外面的东西。带给我的收获是，就是可以让我把我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。
即使它会消失，但是可以保留下来，让可以告诉大家这是我喜欢的东西。怎么说呢？从感觉是从了另外一个角度、一个世界看了，看清了这个世界。怎么说呢？就是站在那个物体的面前，但是你是却是从另外一个视觉里面看见它，很奇怪的感觉。经过拍照之后，你就会想一下，为什么要拍这个？我到底为什么要拍？我拍了有什么作用？我就想着，就这些的话，让你就是有一种去体会、去观察、注意那种身边小事，不要错过了身边的小事，然后让自己后悔莫及的那种。觉得摄影很开心，然后而且觉得摄影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，可以把我的东西记录下来给大家。会喜欢拍照吗？喜欢拍照哪里？就是那就这种很好奇，按下快门的瞬间觉得自己会不会成为一个摄影师啊？想不想？想。好了吗？你还想拍吗？不想拍啦。好啦，好。到你。啊，那我们好，我们对拍。三、二、一。好啦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